为着要开开家乡，一位女怪一日子弟陈克明特别趁着过年前，当来甲故乡，请镇内的中介收入高甲一日万八天赛做伙食杯粿，总共是开了30桌。会长伫一日镇公所的协助之下，现场的气氛也闹热滚滚。主办单位嘛特别包括一人1000块的红包，来祝福大家会当好过年。由陈清义基金会所主办的寒暑送暖梅粿餐会，在一日镇公所协助中闹热展开，包括着精彩表演以及抽奖活动，希望提供这就是家庭民众在过年之前一个聚会欢乐的机会。那么今天除了简单的这个餐会以外呢，我们另外也准备了一些抽奖的活动。虽然我们的奖项不多，奖金也不高，但是我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很幸运的中奖。现场哈非常的温馨哈，大家哈吃着热热的餐点哈，身子热了起来，心里哈也暖了起来。那我们希望哈这样子的一个善心义举的活动哈，可以持续的办理下去。那也邀请哈各位啊有能力的善心人士哈，可以来共襄盛举。会长也同时邀请到一日镇的万八天赛前来同乐，现场30桌坐满满，就亲像过年同款的团圆气氛，温馨个闹热。主办单位也送上一人1000块的红包，祝福大家好过年。我另外也邀请了我们智障协会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欢度这个尾牙，这个大概是我今天。最主要的一个回来乡来回归乡里的一个最主要的。我们感到我们积极有这么一位优秀的一个乡亲返乡，然后在他外面经济有成，能够用回馈的心呢、这是我们积极子弟最好的一个典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励志的一个故事。我希望我们大家都用感恩的心，然后期盼有一天我们自己有能力的时候都能够回馈给这个社会。除了能够有一顿丰盛的这个餐点以外，同时有来的寒士我们基金会还是有奉送一包大的红包希望我们他们也能跟一般的我们的民众一样也能过一个很快乐的一个春节为了回馈家乡，李冠一日乡亲陈克明不忘在过年前来替着民众举办杯粿，除了让大家感受社会温暖以外，也希望抛砖引玉，会到更多爱心团体，拢来向着民众提供帮助。记者金三三报道。